很多新来的一些网友看到我发一些视频，提出了很多质疑，有说那个我拍的是病毒，我在制造新的生命，我都会给他们解释病毒和菌类的区别。我希望能把拍摄的菌类能够表现出它原始的环境，能让画面变得更漂亮，用我的相机去记录它们最美的瞬间，让大家感觉到美。我是经常会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腐木，我就直接会把它们捡回家，也会蹲下来看很久。有的时候也还会把一些就是草食动物的粪便带回去。也许有人很疑问，我为什么会跟这些脏东西打交道？其实我培育和拍摄这些东西是真菌和粘菌。我喜欢找一些颜色鲜艳的、结构精彩的一些种类来拍摄。它们其实各有各的口味，就跟人一样，它们喜欢吃的东西不同，有的喜欢吃树叶，有的呢，它只在那个竹叶上面才能生长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我在野外会拍一些菌类，我就发现这些菌它特别脆弱，经常那个温湿度一变化，然后它就变得枯萎了。我在野外拍摄那个毛头鬼伞，前面拍的4天4夜都特别成功，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突然下了场暴雨，那个东西被吹翻了，就不得不停止了。我培养了很多菌，它在网上其实是找不到教程的，我就根据这些文献开始尝试改变它的温度、湿度、光照还有培养基的种类，做了大概一个多月的实验。结果到了最后的一次，就是我过完一个周末回到那个公司的时候，打开我的那个抽屉，发现它长出来了，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。最早在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，我在那个网上翻一些视频和图片看，结果就看到牛津大学他发了一段那个水玉梅的岩石视频，我当时看到就特别的吃惊，没见过那么神秘、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东西。翻了很多相关的一些资料，发现国内除了最早对它有一些分类学上的研究以外，就找不到任何的资料了。我在培养水玉梅的时候发现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一个星期，前面6天都是在生长菌丝，只有最后一天是在抽出它的孢子囊。它整个身体上都是那种特别小的水珠，它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喷射孢子之前，它们还在努力的生长。我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培养出来，养出来以后呢，它们又只能长个几天就没了。放在以前我一定会觉得很可惜，但是和这个小小的世界打了近10年的交道后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人和菌的一生其实是很相似的。时光匆匆，只有尽情绽放，才能不负韶华。